杰见时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啊。今天跟我姐姐一起来玩 GTA Online 啊。今天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泰坦号的任务了啊。哎，你可以打个招呼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我是阿姐哦。好啦好啦，我们现在去偷泰坦好了。好，走吧。啊，你好，喂。我会抢啊。这台好像回到未来那台哦。不行吧？我干嘛还躲在他的车旁边？不行吧？我先回到位了。你骑摩托车了？你骑那台，前面那台，前面那台。对，后面这一台。我来个炸嘞！你在干嘛？我在搞笑。只要说出来就好了。我搞弄派。啊！我骑摩托车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叫几台柯博文啊？叫几台柯博文？柯博文，柯博文在哪？柯博文，等一下。加了，进来，进来。你在哪？今天多两台炸嘞，多两台炸嘞，哦。你开后面那台，我开它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我已经开到了。我开这台。好粗鲁的女生哦。是啊。这个游戏都没。找一下柯博文。啊，导。先定位一下。好了，这样有了。你定位好了。哎呀，被卡住了，被卡住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定位到。那你按一下那个表情面板。我自己定位吗？对啊，你那不坐同一台车？哦，好。对。OK 了吗？好，自己出发。走走走。过来。这种车开不快呢。你还这么久、它比较重啊。你俩就是开车的时候遇到前面有那个有人在射枪的时候，你就按叉，头可以低下来。哎、哦，对。啊。你把门拉塞了啊！啊！干嘛来撞我？这个柯博文，我真的看到柯博文。那台应该开不去，太烂。可以把它撞坏掉吗？应该你的会先坏吧？哦，那个那么用。好了，继续开。哎，应该买台直升机比较快。就买一台船，直升机、啊。这里面到底有几种交通工具？还蛮多的呢。啊，后来有更新呐、啊，有新的车啊。对啊。我要来买一台超跑。还不错，你看买这一块游戏，它很多那些内容都不用钱。我比较想要一台超跑，这是现实，没有办法。哎呀，现实马来西亚遥控汽车啊！真是的，我没有，不是上桥，下都是往下的，都是往下。麦克赛普，连导航都会迷路啊！这是什么？啊，本来就是的，你看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导航就会看错了。果然塞去蒙阿坡嘞，对吧？对、啊。我们现在是要飞越机场，抢走泰坦号。哪里？泰坦号超大台的，你是塞去对啊啦。丢！我先飞过去等你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到底在哪里了，有吗？真的呢，我的方向啊，对，我在绕这个圆环啊。对啊，绕过去就到了，就可以飞过来了。加毛几台箱型车呢啊？你要抢箱型车了吗？啊，我这台不是，我这台我够闲坏 ，Core Plus。有吗？叫几台 SF。我要过去了。好。耶！哎呦，还好没有爆掉，车头先着地。啊，来了来了。你过来了吗？我要换车啊！我这嚣张呢，八八。哪有车？有啊，我在你前面啊。哦。有啦哈。哦，这一台比较高。啊，真的要小心啊，好吗？不要再失败了。这么弱小，应该不用开太大台。到那个黄色那边就会启动了，启动了。我的枪呢？我靠，你防是什么？现在跟他敌人太厉害了，跟我打你的脚。要躲在轮子那边，比较不会出事。没有，这一台真的比较高，好躲多。
CRV、嗯、没了呢。有啦，啊有啦，它慢慢逼近。我怕我都打不到啊，因为我看起来都是都一样，没有办法对焦的。好，那你要再开近一点。我先杀这边。呜呜呜！这个会回血吗？哎、欸，会啊会啊，躲一下就会了。哦，我杀了，我这次好多了，杀了不少人。有进步，有进步。好啦，没了，往前。家己塞好喝，好，家己塞好喝。我吃啊，恭喜你啊 ！OK OK。啊呜，好痛哦！可以啊，嚣张啊你啊，再嚣张啊！欠打、啊、这个，哇、哦，好痛！啊，我好笨哦，居然打我自己！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吉普车那边，我打不到了。好了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在那个。哦，那个后面 哦，我打不到了，天哪，我的枪太烂了。啊！我被隔壁啊！我被隔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！回血姐，哦哦，那边 Kiki， 那边 Kiki， 好像要往前了吗？哦，我先回血一下。坐在车会不会？坐在车子里面会不会回血？我觉得会先被打死、欸。啊！我等他出来，我也回个血。哎、欸，他又不出来，他躲进去。密迪。他躲在那个，他躲在飞机的。哦，枪法有点太差了，打不到。他往前，他有在往前，可是又躲起来了。因为他躲在那个货柜后面了。天哪，居然打不到！我居然没有在回血、欸，我。OK， 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你打中了。他只会回到一定的那个。哦哦，赶快躲好，赶快躲好。应该可以了。还有、欸、还有在哪裡还有还有还有，继续前进啊！哈哈，打到了。我刚刚把坐稿塞起来。我不行。这边还有两只哦。有一个躲在飞机后面，离我好远哦，打不到呢。我本来在永北啊啦，永北。你要搬这么远吗、哎哦？在哪里？在飞机后面呢、啊，我也看不到他了。其他的我应该打了。啊，我的轮胎爆胎了。我看到了，中了！来，快快快，赶快把卡车开走。哎、卡车啊、哦！我开，我开，你开飞机。我开飞机。就没有没有，已经没有敌人了。有有还有还有还有，小心哦小心哦，你先躲好躲好躲好，我吓死我了，我把它开走。还有一个，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，在哪边啊？没看到哎、欸，我可以开这一台。你别给我搞掉！好了，准备去开飞机了。哪里还有人？哎、欸，你不要开去那边啊！等下飞机、啊。你不是说要开飞机？那、啊、你车子要开走，不然它会等下爆炸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个啦，在这边。那、啊、你车子不开走？那你要不要去打死那个人？在哪里？在飞机的。另外一边不是我们这一边。对呀、啊欸。哇，我今天开车怎么技术这么好，停得这么方正、啊。太神奇、欸。有看到红点，但是没看到人呢、欸。哇，地上有枪也可以捡。为什么不能捡啊？好啦，赶快开飞机了啦，快点。开飞机怎么开啊？走，先走进去，走进去，快点，走进去就对了。进进进，启动启动。跟开车一样，快跑就对了。那我要怎么飞？往那个按左边的方向杆，往下就是往上，往下就是往上。对啊，差嘛差嘛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起飞？哦，喵喵的，好，可以可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起飞起飞！不要不要太高，不要太高，慢慢慢慢滑下。我会不会撞到那个？铁当遮蔽那灯啊，都要融了。有看到那个黄点哦、喔，有看到黄点哦、喔。创造什么危险事件？哦、喔，好美的夜景啊！你当塞个大楼啊，怎么变垂直的状况？嗯。哦，肯定。
帮他胜过。这样开都开不好了，他、啊、怎么转？一样转弯是这样。转弯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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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不要幅度太大就好了。会拉高一点，等一下真的是。不要真的直接啊、哦，对对，压个龙了。911事件。911没有，今天是323。哦，你不会先管了吧？啊，行，这样太高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等一下就注意那个。哎、欸，你往下，你往下了。你是不是太高了、欸？你就注意一下，你看一下你那个地图，你可以看一下地图。我有地图啊，我要看什么地图？对，就是要还没到了。可是它没有设导航。这没有导航啊，飞机怎么会有导航？飞机是自动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豪迈屋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跑道是哪边？先到那边才看得到跑道了吗？还没到，还有一段距离。你太偏了，你太偏了，不要太靠近黄色，你稍微左边一点、啊。等一下，我靠近黄色，我要靠近哪里啊？没有，你等下降落那个跑道啊，所以你必须有一定的角度转过来可以降落啊。高度高度高度，你再掉了，你再掉了。因为我按到往下。比较功亏一篑啊。很有可能啊，你看、欸，差不多就是飞到它的后面。我们哪有开过飞机？哎、欸，刷了刷了，被弄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头前刷足悬的呢，你救一下。有没有很紧张啊？还没到，还没到。不要当儿戏啊！左边一点。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。我根本看不到跑道啊！来转转转转转转，右转右转右转。我看着我的头都晕。可能需要哎、欸，你瞧鬼啊啦！来吧，往左回转。左回转，左左左，还是右？哎、欸，你当作在鬼进行机哦，要拉鬼啊啦！这样有没有拉高？拉高，拉高。就跟你说，我不会开飞机。现在又没办法换手。我讲直接塞半点钟，搁还袂到。我看不到目的地在哪里。没有，你看你的地图啦，看地图。你现在已经开过头了。开回来吗？对啊，你就慢慢回转，慢慢回转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啊的，有啊，要看到，有看到无？对。要搞啊，要搞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袂歹，就是安尼。嗯。哎，跑道就在下面了，跑道在下面了。跑道，塞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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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跑到就是一条啦，就是一条，掉掉掉，对，一条，快起啊啦，快起哦，来左回转，左回转，快点，快一条，头卡啦，头卡，就是啊，进一条，这是道路吧？够银行，不是一条啦，你左边，左边，啊，我靠，要飙起啊，要飙起啊，救一个，救一个，我拉高了，我拉高，飞好，哦，我看到黄点，你有看到？对对对，看到黄点，有隐藏灯啊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绕一下，我再绕一下，凹来凹去，我派。我要离开双子、啊，我看到我的头好晕哦！开飞机的人真是不简单。我看你安尼，这里人在老心仔仔啊！你要过头了，我知道、啊。你要再绕一下啦，再来一下，往左回转啊，左回转。你要绕到黄色点了之后了。哦。哎，回转，不不，右转右转，哎，对对，右转右转右转，嘿，左转。安尼袂糊啦，右转右转右转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一直大黄点，迄就是你要降落的方向，对吧？来个站个站，直走直走直走就好，直走就好。直走啊！你安尼不够回旋呐、啊，你一定要一定的弯度才能回旋，对。我先拉高一下好了。动作你要360度蹬过来。可你无法躲。各位观众啊。哦再等个一小时好了，看会不会降落。哎呀呀呀！我没有让它爆掉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啊，左回你安尼干我搞啊，你无搞啊？我带蛋白骨。上课写蛋白骨了。飞机带蛋白。差嘛？失速啊！被失速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差嘛？我看到了、哦。你先停伫路边啊，我塞了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这，就是这，好。北湖啊，北湖啊，过头了！我又过头了，我已经没有加油了。说左边啊，左边啊，往左转。你开的幅度要大一点。紧嘞，人要转台啊啦，较紧嘞。
我带咱谁伫个头前看？啊，要死啊，要死啊！惨啊，真正弄落啊，稳的啊，稳的啊！哇、哦，这都是我厉害所在。你看，稍微往左边，不要不要往那边，你回转要很大的弧度啦，你知不？对对对，我真正袂晓开。啊惨啊惨啊！你个三的兵啊，弄落啊，弄落啊，稳的啊，死啊！棒！哇嘞！这个好难啊！这干嘛、啊？这个好难啊！这个没有办法。你开好了。哦，我顶来这边了，都神嘞！我们直接弄流飞机来对啊！哇，吓死！给给，紧大单哦，够久的，大单死。哦，停这么远，好笑。给我人了，这么多人。哦，被挑起了，被挑起了。被打到了，被打到了，我看到好像一个人走到这里来。那里有一个人，嗯，他有一个人，我是我打到了，太远了，穿吊嘎的，哪里有穿吊嘎的？你的前方有一个，可是我打不到，不用打，你只能往前了。我刚刚赛季台有一个坏处，你不要都堆下了。震动！哦，还没下车就被打。错啊，这样就越来越会打了，对吧？嗯、可以胜过你等一下。真是啊！谁躲在？好笑，我都在打地板，真笑。因为他躲在那里，我敲不到脚步。我也要开车，因为我也打不到。为什么有一个人在偷打？我打到。塞利亚，塞利亚，无回来回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没血了？谁在偷打我？没有血就要回一下。没血了，哇！我的车都见血了。我是。哎，敌人呢？后面在。他好像回到一定的程度就不会回了，他不会回到全满。对啊，我们哥想接你来回啊。哦，我是中了几枪啊。厉害厉害！啊，这敢娃娃赛啊！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还有人在打我。还有还有，快死掉！你还有一命可以死，没关系。哦，还好还好还好。在另外那一台车子那边。哦。哦。好吗？来一个爆破画面好了。啊！谁在打我啊？赶快躲起来！去死啦！爆！哦！啊靠呀！我被吓了！怎么连弹啊？还有一只哎，还有一只！奇怪，还有一个到底在哪里？我要往前看。小心啊！一个在后面啦、啊。嗯，我看到了。准备搞龙袭。我知道你在那里。我先把车子开走。好，这个我解决。死了吧！好啦，这次我来开老母鸡啦。哪有老母鸡？这台就叫老母鸡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，在翅膀那边。搞出来！哎呦，真正搞造出来啊！我看到你啊！还没死，还没死，还没死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好了，
来啦来啦，我们要开启了我们 AN973 各位旅客啊，欢迎搭乘 AN973 客机。哎呀，惨了惨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你不要被螺旋桨打到了啊！我怎么上不去啊？按三角形，按三角形，这样子好了吗？到底有没有坐好了？有了啦，有啦！啊，我好笨，好，我们要前往我们的沙滩海岸机场。所以下面那个三角形是什么？下面那个红点，那就是有人塞车来啊。我看不到。大红点就是敌人比较大的，可能他开车啊，或是怎样子。还有一关要开船的，那个也很好玩。真的吗？我要先考个驾照才可以。就慢慢练。好啦，这次会成功。洛波塔，哇，电影画面真漂亮。对啊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开电影画面。我可以看电影画面。我马来开一下电影画面啊。你在 Bunky 不太好。我会耍特技好不好？哇！这是恐怖分子。好像每次玩这关都是天黑哦。不知道没注意。他也可以调，因为要让你看夜景。不过他也可以调时间呐、啊，调那个晚上还是怎样，都可以。所以应该是看夜景比较漂亮。会有乱流呢？有吗？有啊有啊。好卖屋，我全挖那个地啊，往这个方向飞。这个代码是标记，哎，我的白色。等一下，它的箭头，黄色的箭头。对啊，我们绕到它后面。黄色箭头表示说，你等一下会从它的后面过来，要从它后面过来才可以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你到底怎么开好，我一直找不到跑道。等我找到跑道的时候，我也快要撞死。还没搞，还没搞。这样乱流呢？呜，好厉害哦！这样不会摔下来。快到了吧？可以看地图。可以把地图放大。没有，你就直接按那个按放大的话是按两个下，按一个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先绕过它，有没有？我必须要足够的弯来转。那我刚刚没有把地图放大，然后它会自己缩回来啊。好，准备转弯。哦，我看到跑道了。嗯，可是跑道为什么跟那个黄色的是有两条跑道？还不同间。哪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再往前，再回转，塞过头了。是的。好吧，那就差不多好。所以要在海上？那是海吗？不是。那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大幅度，刚好从那边完美的降落，完美落地。来，我来了，准备啊！嗯，准备。准备标你，着地！哦，鹿角度扩大，鹿角度扩大！啊！哈哈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快爆了，快爆了，快爆了！该不会吧 ？Yes！ 啊，鸟喂！我成功降落了！啊！要撞到！唱马！过了，完美落地，哟呼！终于过了，终于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的泰坦任务成功啊！好，今天就先玩到这边。哦，钱蛮多的呢，哦，19250，对，还有升级了。好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